我们去采耳吧。 怎么？你要去啊？聪明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。我自己。误入回头。不是我的手机壳，集美们，我醉了。哎，你怎么把我手机壳暴露了？你以为是我愿意暴露的呀？哎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。 我反正大无语了，反正不是我的手机壳。你把我手机壳暴露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又不知道，你给我的时候你没提醒我。那你就应该说这是你的手机壳，你现在就说这是你的手机壳，不是我的。嗯。不是我的手机。你借的手机是吗？哦，刚刚捡的。